在金融危机之前，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一期视频优待的伦敦吧天赋的点法和符文的佩戴情况。天赋18120的一个天赋点，狂怒盛宴，然后吸血吸性点一点四点的先天之志啊，这是我照优待搬过来的啊，不要问我为什么啊，因为它很强啊，恃强凌弱点一点，然后粉碎重击点上，点出这个战争流露的嗜血的即时天赋。十二这边野蛮、饼干和无情，还有危险游戏啊，大家照着点一下就可以了。符文的话是一套 AD 的攻速符文啊，攻击攻速啊。那么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如果说你记不住，可以根据屏幕右下角的文字啊去佩戴。红色九个攻击力啊，然后黄色九个护甲都是通用的，然后大精华三个攻速，然后蓝色的话是四个魔法抗性以及五个攻击速度啊。那么记不住的看一下屏幕右下角的文字。那么这一套的符文和天赋全是按照UZI 的这个原版啊搬过来的，一点不差啊。所以说喜欢 UZI 的朋友们，想模仿 UZI 的朋友们啊，想要玩的像 UZI 一样厉害的，那么按照这个天赋和符文去弄一下就可以啊。那么关于天赋符文大概就是这样，一会儿需要进入到激情的比赛当中啊。好，一起进入到游戏当中。那么这是第一场啊，第一场比赛啊，一共是有两场的 UZI 的伦敦妈啊，这是第一场啊，现在的稍微晚了一些啊，不过不影响啊，这只是一个爆发力的一级团啊，而且比是4-1啊，应该是伦敦妈这边把一级团打赢了啊，领先了三个人头，然后 UZI 是获得了一个人头和一个助攻啊。那么好了，由于进来的比较晚，所以说废话就不讲了，我赶紧介绍一下双方的一个阵容。蓝色方这边上单的是一个艾克打野的一个人马，中单的是一个鬼术妖姬的弗兰，ADC 是卢锡安，辅助的是一个泰坦。而红色方这边上单的是一个慎啊，先看那边下路打起来了。那边的话两个人先瞄准的这个泰坦啊，一顿疯狂输出，泰坦开大，看一下这边轮着把 Q 闪啊， Q 闪没有放明白啊，没有放出来啊，看能不能杀这个泰坦吧，应该可以杀，应该可以杀啊，漂亮，还是把泰坦打死了。这一波可能是必杀一个的，但是想要那个又在想杀俩啊。然后看一下这边上路的肾，然后打野的是一个蜘蛛啊，然后中单的是这边的话，能不能咬死人马？没有咬死啊，自己剩一身血啊，还是被人马给打死了，漂亮。主要是这个红 buff 帮人马的啊。然后下路 ADC 的是这边的 UZI， 辅助的是沃夫的牛头 ,SKT 沃夫的牛头，中单刚刚说了啊，是一个龙王啊，凹星啊，叫凹啥了啊，忘了啊，就叫他龙啊，一条龙啊。这个英雄我还没玩过啊，一直刚说一下试了一下手感啊，反正并不是特别适合我，这英雄还是有点难度的，想要玩好啊，玩很简单的，想要玩好很有难度。看这边的话，克啊，下路传送过来，直接去切 ZI， 然后牛头先把顶过去一个，队友赶过来支援。哇，这个龙推了这个大球，啊，他这个一技能啊推过来，要是洛夫兰直接是踏死了 ZI， 下路这边还在打，看一下怎么说啊，人有点多，4-3啊，差一个人啊，肾好像没有大啊，肾没有大的，有大的话这波的话很有可能打赢啊。这是第一场啊，一会儿还有第二场啊，一会儿还有一个第二场的一个轮子妈啊，也非常暴力啊。有的轮子妈的确很强啊，但下一场好像皮肤换了啊，这场比赛这个皮肤有点丑啊。但是中路这边什么情况？哇，这两个人在草丛想要阴一下啊，这对面也应该是知道啊，其实应该是知道草丛里有人。而龙王清兵的能力还是毋庸置疑。哇，这边有机会杀，单杀漂亮，正好是算的伤害很准确啊，技能的命中，然后引燃了补伤害，泰坦勾到了牛头，这边沃夫也是残血的状态要死啊，先顶过去一个人马，漂亮漂亮，直接是顶过去之后让蜘蛛给控到，定到塔下，这波沃夫非常漂亮，一个辅助的开人啊，人马赶到啊，来中路支援一下队友啊。这个经济差距领先的有点多吧，4000块啊，这样四分钟啊，这一级团打的有点伤啊。俩人一会连去反野啊，反蓝 buff 啊，泰坦在那位置保护上，泰坦在刚5级啊，还没有6啊，牛头已经有6了啊，等级差的也是有点多啊。
然后伦敦妈再往下路去，他是要和自己的辅助啊碰面啊，配合啊。其实沃夫的辅助比较强啊，他也是一直在跟棒搭配啊，跟尤克莱搭配的也很厉害，看一下这边啊，上墙洗礼被牛头全部扛下来啊。沃夫的风格感觉和真有点像啊，和这个就在之前的那个在黄楼的时候啊，真有的辅助啊有点像。而玛特的话啊，就是更聪明一些，更有大局观啊。卡亚这边的话，泰坦直接是被圣给带走的啊。也就是像沃夫啊、真有这种辅助是非常懂 ADC 的辅助，他是。会猜测你的心思，他的心思比较偏柔弱吧，可能是比较他在想你需要什么，你在想什么，他去帮你做到，帮你想到。而玛特这种辅助是比较强势的就是说 ADC 你得先想我在想什么，我能不能杀你来打出输啊，就是说对于玛特来说，你 ADC 是打输出，其他事情我来做，并且我可以做得很好啊，对吧。这个对于说 Zero 和这个 Wolf 这种辅助，就是说ADC 你想怎么玩我陪你，就这种你若成功对吧，我陪你剑指天下，你若失败我陪你东山再起，这是这种辅助。而玛特就是比较偏于强势型的啊，的确他有这个实力啊，你有这个实力，你有这个意识和这个大局观啊，也不可以啊。基本上放眼世界啊，辅助界最能 carry 的啊，也就是 Mata 啊，作为一个辅助啊，最能 carry 的辅助想要 carry 谁的真的很难啊，其实任何一个位置都有 carry 的可能，就是辅助 carry 是最难，几率也是最小的。这边一发一发 Q 技能，直接是 Q 死了卢锡安，然后开启了一个护盾，挡掉了人马的一个技能。这边的话，人马开大，人马还在疯狂输出，交出自己是月一发 Q 技能。这边的话，蜘蛛是打死了人马啊，然后看一下那个勒夫兰也是要死，泰坦连着人马，那人马根本就不害怕的泰坦呢，你跟泰坦也没有什么伤害，还是个辅助的直接追再 A 了一下就可以，再 A 了一下就配合上这个加速碰上了，死了自信回头啊 ，Q 技能还可以打他，这个伦敦巴 Q 技能 Q 是远的 ，Q 技能距离很远，有点自信回头了但是被这个张了一手泰坦一个虚弱张了一手，看一下这波 W 能踏过去，被互动给挡了。第二个技能是被伦敦巴的互动给挡了，要不然的话这个妖姬是有机会算计死这个伦敦巴的沃尔夫赶过来，一个创，然后拍起来，一发 Q 技能回旋，直接是进塔。还有被人马打死啊！沃夫这种辅助真的是蛮贴心的先看一下这边，上枪洗礼，我让你洗，往这边龙王要被杀啊！一身血，这两个人谁不靠近谁，漂亮！这边还是被龙王的一个血圈给打死。如果说这个卢锡安换了另一份一个 ADC， 龙王都死了，因为卢锡安是 ADC 当中攻击距离最短的你如果说攻击距离长一点，可能没等碰到那个龙王的圈，你把他给 A 死了，这。有点伤他一边的话艾克出来直接是打了剩一场伦敦巴回家攻速鞋多亏之连小黄叉没有等钱没有做出来然后给大家打一波广告，如果想找英雄联盟代练的切记一定要找老师代练店，老师代练店信誉可靠，速度快，打手质量非常高，完单速度也是最快的那么代练方法很简单，加我的本人 QQ 574417756，认准唯一 QQ 号，代练唯一 QQ 号574417756，其他的老师解说代练全都是骗子，因为有很多人被骗了才来找到我，并且有很多人加我真 QQ 之后，加我本人之后，然后就问我你是老师吗一顿纠结这个问题。大家记住这个辨别真假的方式很简单，就看 QQ 号，因为你们找我代练基本上都是看我视频看到的看我视频听说的，所以说我视频左下角的 QQ 号和你加我那个 QQ 号对上了这个就是真的看这波团战龙王先是杀死莱克就说找代练认准老师代练练574417756的 QQ 号。那么在这个炎炎夏日，想要买一双超衣超裤超鞋来把妹儿来吸引女生注意的，一定要来老师的超衣超裤超鞋店。那么购买方式很简单，加我的销售 QQ 867-6382，进入 QQ 空间的相册去挑选去挑选样式
啊，想和本人近距离交流的，可以加我的粉丝 QQ 群52924671啊，或者是新浪微博@LOL 老师啊，都可以啊。那和游戏当中这场比赛感觉是一场碾压局，是一场在韩服啊配合 Wolf 的一个碾压。那边牛头无情的顶塔，然后闪现 Q 一发 Q 技能，伦敦马再次收掉卢锡安的人头啊！这个 Wolf 为这个右战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啊！把我生命都给你啊！哎，这边的话上路一塔应该可以拔掉啊，而龙王还在浪啊！泰坦大招直接是大起来，导致龙王的这个圈圈啊缩水了，然后直接被干死了啊！龙王放那个圈的时候啊，转来转去的身边那个圈，一旦被控了之后，他那个圈就变小了，就收回了。弄那个东西就是，哎，你想要变大啊，变大，然后就变大了。然后一受一接受刺激啊，一受惊吓就变小啊，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的啊，这个很好玩啊。这变大变小的是什么游戏啊？啊，感觉好好玩的样子啊，变大变小啊，一受惊吓就变小啊，正常。然后那个。一急眼的时候就变大啊，这边的话就不多说了啊，你们自己去想啊。回到游戏当中，下路的话人马想越塔去杀一个肾，啊，越塔杀一个肾不是很理智吧？啊，兄弟，我这边的话妖姬交闪啊，他想 W 然后闪再 R， 然后再放其他技能去连招，那肾也是有闪现的啊。这边的话人马绕过去直接是堵到了人马，然后给人马一顿暴揍，把人马给打死了。啊，这边的话妖姬也是要死啊，再见吧兄弟，直接是被伦敦马打死，伦敦马一波双杀，然后看看绕过来杀这个艾克一发 Q 技能平 A 要三杀，三杀啊！啊，龙王的英雄现在这个也挺热门啊，突然之间也热门了啊，很多人都在玩，感觉这个英雄其实挺好玩的啊。啊，这轮子吧各种浪，哎呀，有甚的大招，有甚的大招啊，把大招落下来嘲讽，人头是被龙王拿到，碾压绝对是实力的碾压啊！这个塔可以拆掉吗？找牛顶一下吧，拆有点慢呢，没有兵线拆有点慢。好了啊，拆掉了啊，把老牛顶掉了半管血啊。轮子吧身上有攻 buff， 并且有双招，这一波应该看看能不能一波GG吧，泰罗高地肯定是有了，如果不浪的情况下括弧啊，泰罗高地应该是有，队友还在上线打架，这边的话老牛开大招，看一下伦敦马直接是弹射死了卢锡安啊，卢锡安在伦敦马面前很脆，伦敦马装备实在太好了啊，进血吗？看一下，直接是进血拳啊，哎呀，血拳疯狂输出的泰坦进去一个 PK 漂亮，直接就血拳带走泰坦，然后闪现出来一丝一毫没有受到这个血拳的一个伤害，这就是秀你，就是秀爆你，我的天哪，生无可恋的样子，泰坦生无可恋的样子，泰坦还想张一手 UZI， 哼，比智商啊，对吧，跟我们中国人比智商啊，是吧，哎，这边的话妖姬还想秀吗？泰坦天对这个UZI的仇恨值很大呀，而牛头把人马顶过去，人马一个大招踏过来，直接去踩这个伦敦马，伦敦马一边走一边 A 啊，走 A 走 A 走 A， 直接是 A 死人马，对伤害实在太高了啊！因为雪拳应该想要打一会儿吧，啊，龙王被干死，雪拳应该是要打一会儿，哇，双枪犀利是吸死了肾，蜘蛛落下来也是要死啊，这一波应该还送给个 Ace 吗？而伦敦马这个状态不是很好，血量和蓝量都是见底儿啊！哎呀，没有杀死任何人呢！我的天，一波 Ace， 不过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说这一波 Ace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输已经是定型了啊！这边的话，啊，这个龙王直接做了一个女妖啊，才看的啊，这个装备更是无情啊！我也不要输出了啊！啊，就肉一点啊，扛一点啊。那的确，这个女妖做的也是有它的考量价值。这个妖姬的爆发很容易把它秒了啊，做个女妖很可以很好的防止这个被妖姬秒啊。伦敦妈的战绩12-2-5啊，在这场比赛非常的 carry 啊，感觉狼人方这边的话想要没有任何的希望，反正坚持下去就是被虐啊。
我们得承认经济差距10000块，20分钟10000块。嗯，看下一边想要打大龙吗？又再先拿个红棒。啊，别对手投降。啊，我感觉对手好有点投降的架势。现在下路一个人被抓，看一下能不能被抓死。这边他想闪现过来，应该可以闪，应该可以杀，啊，杀了。那么接着带啊，接着带，上路带过去啊，那边中路队友再带，阿尔塔拆掉啊，对面也不敢过来啊。那，啊，感觉哎，大战一触即发呀，应该是要干了，应该是要干了。看泰坦先过来，泰坦开始玩浪子了，泰坦把所有装备都卖了，出中亚了啊，我就不想玩，就是自己的队友应该是不投降，我估计是泰坦发起投降，然后有两个人没点。啊，泰坦就生气了，啊，直接装备一卖出东亚啊，最后，啊，蓝石方还是点了投降，那，啊，么这场比赛还有又在这边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14-2-5的一个伦敦王啊，这是第一场比赛非常爆炸的数据，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去看第二场，好，一起进入到游戏当中，那么今天这场比赛是发生在韩服最强王者单位的一场排赛，比赛的主人公是来自 RNG 战队的。H7 UZI 黄小狗，那么 UZI 使用的英雄轮子妈，轮子妈作为这几个版本当中非常热门的一个 ADC 啊，也是一直有很多人喜欢啊，喜欢打 AD 的朋友基本上是必须要学会的一个英雄啊，那么基本功的英雄 ADC 也就那么几个啊，像这个轮子妈寒冰射手啊，这些啊是比较老的，然后基本功比较扎实的啊，无论是补兵或者是这个走 A 都是比较练这个 AD 的一个基本功的英雄啊，像这个轮子妈和寒冰都是没有位移的英雄，所以说非常注重走 A 啊，然后像不像那个卢锡安呢，或者是 EZ 这些比较跳的英雄的话，可能会更秀一些，而这个往往这些比较务实的英雄是更考验你的基本功的一个能力。那么目前这个版本当中，这些位移的英雄好像并没有这些这个没有位移的英雄热门啊，比如说 EZ 可能就没有这个寒冰和轮子妈这个上场概率高啊。那么目前这个版本当中，的确这些老牌 ADC 又迎来了他的第二春啊，这个突然之间又火了啊，大家都在玩啊。那么废话不多说，先简单介绍一下双方的一个阵容情况。蓝双方这边上单的是一个兰博上单的兰博，打野的人马然后中单的是一个吸血鬼泰罗 ADC EZ 辅助的一个卡尔玛卡尔玛辅助还是比较强势的，这个英雄辅助有点无解，伤害无解那么红日方上单的奥拉夫，打野的是一个男枪中单的一个机甲先驱三只眼雷克托下路的 ADC 是又在的轮子妈以及辅助的一个布隆这个布隆是苏沃夫这边的话一血直接是被轮子妈拿到了，漂亮刚刚有点介绍这个太快了正介绍双方这个阵容的时候这边下路直接拿一血这不是沃夫不是沃夫，那应该是上一场那是沃夫吧这场不是这场不是这样换人了不管是谁有就在就可以了看错了这边的话一级直接是抢了二然后杀死了 EZ 这样一来的话 EZ 比较伤然后又在这场比赛应该会很顺的轮子妈打 EZ 然后拿了一个一血并且是和布隆这样一个组合本来是 EZ 加卡尔玛这种组合的话呢卡尔玛在这个前期必须要疯狂的去消耗对面然后让自己家的 ADC 进而取得一些补刀上的优势和血量上的一个压制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你卡尔玛辅助优势没有了还被对面的轮子妈拿了一血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难打了那边上路打的也是不可开交那边你杀一次我杀你一次的哎呀这边男枪一波双杀漂亮但是男枪自己也是越塔应该是越塔的那个位置被干死了那边的话轮子妈回家直接是两把这个长剑就没有办法兑现的轮子妈现在的攻击力97这7620点攻击力没有办法去和这个轮子妈进行这个混血了
那边的话卡尔玛还在去消耗啊，但是这个把技能全部给布隆的话，红石花还是很开心的啊，只要别让这个UZI 受伤害，看这边的话 UZI 的血量不是很多啊，但是没有关系啊。这边雷 Z 也是被消耗的不行不行的，看一下挂上这个布隆的被动，再一下还差一下，还差一下 ，A 出来漂亮，又死了，又死了，又死了。又是被伦敦马杀死了啊！这个 EZ 只能说这个 EZ 有点不小心，或者说这个 EZ 的技术有一点点糟，状态不是很好。看看这边的话，人马踏过去没有踏到，然后这边的话，伦敦马回头反打，漂亮！这两个人应该全都要死，先杀一个，再杀一个，有红 buff 一下、两下、三下，漂亮！这伦敦马直接是4-0的一个开局啊，拿到一血的 EZ， 然后回到现场再一次强势的杀死 EZ， 然后对面打野赶过来干他，连对面打野带辅助一起全部带走，那么代价只是死了一个布隆啊，布隆0-1四助攻，伦敦马4-0，这回家直接蝙蝠大剑，这个 EZ 如果不换线的话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这个游戏了啊，大家可以看 EZ 两瓶红一个多元剑，伦敦马两把长剑加上一个暴风大剑。回到线上点他两下他就受不了，还有红 buff 啊，还有红 buff， 只要这个 EZ 被伦敦马点到啊，点到两下基本上残血了，残血了。第一条小龙还有火龙，火龙的话是小龙当中最有价值的一条龙吧。那么并且这场比赛的话是由于红石方下路的优势巨大，就是这条第一条小龙很有可能被红石方拿到，那么小龙的偏向性就是偏向于双方的下路谁更有优势，看一下这边红 buff A 一下减速到啊，这边布隆又过来，这下路爆炸呀，看看有没有减速，还差最后一下，哎，没有打出来呀，没有打出来呀，就差这一下，如果说只要 A 出了一发眩晕的话我肯定是要死啊，控制谁死啊，大陆兵线先推过去啊，对面的话非常难受啊，兵线都不敢吃，只能是等兵线进塔才敢吃，那么进塔也有可能面临着一个越塔枪杀啊，这边伦敦马是配合布隆开始越塔去杀这个卡尔玛，杀死然后点燃挂给了 EZ， 这边 EZ 也是要死，就差最后一刀，哇，直接是被点燃烫死的 啊，又是一波双杀啊，就是两个人全死了，然后布隆和伦敦马各收获一个人头啊，下路就已经是崩的血都呼啦的。我们打一波广告吧，这边崩的太厉害了啊！如果说想找英雄联盟代练的啊，切记啊，认准老师代练店啊，老师代练店这个信誉非常可靠，速度很快啊，并且打手质量非常的高。那么代练的 QQ 574417756，本人的 QQ 加 QQ 找代练就可以。最近我发现有很多人冒充老师代练，大家切记啊，就是你看这个视频当中左下角有 QQ 号，就认准这个 QQ 就行了。那么其他人说是老师，你不要相信。如果说你被骗，别来找我。有很多人都是被那些假的老师解说给骗了啊！你看 QQ 号不会看吗？对吧？因为大家找我在练的，都基本上都是看我视频过来的，对吧？那视频当中左下角有 QQ 号啊，对吧？你对比一下，如果说对上了，那么就是对不上它就是假的啊！有很多人加我，或者说还问我你是老师吗？是真的吗？你看 QQ 号就可以了，因为 QQ 号这个东西它没有造假的啊，除非他爸他爹是马化腾啊，才能造假啊。所以说这个认准 Q 号就可以啊。那么想要在这个炎炎夏日啊，再穿一些比较时尚的衣服裤子，或者说配一双潮鞋啊，来去吸引你的女神，来去把妹子找妹子的啊，一定要来老师的潮衣潮裤潮鞋店。那么购买方式很简单，86716332加这个 QQ 之后，进入我的空间相册就可以看到很多精美的衣服裤子和鞋。在这个夏天，如果说你没有一双老师的一个潮鞋的话，那么相信妹子对你也不会注意太多的啊。那么穿上我的鞋之后，就犹如神鹿如虎添翼一般啊。那么所有的妹子所有的女孩啊，对吧，眼睛就刷刷你啊刷刷刷刷刷刷啊。那边的话想要与我本人互动的可以加我的交流朋友圈56292461新浪微博 try 啊 ,ROL 老师啊，那个用文词来说是 @ROL 老师啊，那么我比较土啊，很小以前就把这个符号叫 try, 那个时候还砍传奇 try 传送啊 try 什么的。那么回到游戏当中，这边的话伦敦马又是一次实力单杀 EZ 啊，实力单杀啊，加208啊，就是说装备完全压制，距离打我已经做出了攻速血啊，伦敦马出攻速血，在这个版本中不常见啊，这版本正常的话
一般有神速鞋和这个冷却双眼鞋啊。那么做攻速鞋代表你非常顺的啊，就是线上一点压力都没有了啊，就暴力嘛，啊、暴力美学啊。12:7的一个头比啊，红双方领先了五人头，但这个五人头基本上都是在下路领先的。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上路奥拉夫1-3啊，兰博五杠三，这有绝对的一个压制力啊。然后打野这块啊也可以，打野的话是啊男枪4-2，然后这边的一个人马是0-3啊，两个中单是000啊，七个有一个助攻啊。那这卡尔瓦还有俩头啊 ，EZ 040啊，助攻都没有 ，EZ 有点难呐。啊，毕竟0-4啊，感觉这个 EZ 和这个段位是明显不符合，还是说由于对手是 UZI 太爆炸了？也不一定，因为也不见得，因为哎呀，怎么说啊 ？UZI 是厉害固然强，但是他这个你去看他战绩，他排位场数很多啊，几百场上千场，每一场比赛不见得是对面的 AD 都必须崩啊，你打不过他就发育就可以了，那不能一直死一直送啊！你9分钟14次，那不管对手是谁，对吧？就对手是再强吧，我感觉，啊 ，UZI 就是最强的嘛。基本上 UZI 像 Faker 这种，就算是他们啊，换成咱们 Faker 的对线，那打不过，明知道打不过你，那我为什么还要和你打，对吧？我在塔下龟缩就可以了，啊。特别是 EZ 这个英雄，抗压能力太不强了啊！在后边就 QQQ 补兵，啊，看别人残血的 Q 一下，别人残血的 Q 一下。一点都不想和你打，看来这边中路的话，男枪是被干死的啊！把视野还是锁定给下路，突然下路要出事啊！哎呀，开大又要越塔了，干坏事的俩人依然先挂上，然后给一发被动，然后这边的话，伦敦马回头来先把这个卡尔玛也跑这边，这一大招终于收获了一个人头，人生第一次啊！哎，这边的话继续追着 A， 追着 A， 越了一下塔，越塔越塔，哇，送了送了，这边送了，下路送了一波啊，两个人头。那经济差距没了，这一波说完之后，大家发现经济差距基本上持平了，有点打嗨了。经济差距还差200块，这就不算差了。这边上路的话，奥拉夫的日子太难过了，有点。这个本来是打蓝魔就不好打，其实真的，奥拉夫这个英雄打蓝魔本来就不是很好打。还被绝对的一个压制，但是在补兵上的话，哎，这边的话是那个男枪啊，男枪帮助奥拉夫一波啊，击杀掉了这个兰波啊，终于是帮奥拉夫缓解一下线上的压力，啊、要不然线上我刚说完，我说这个补兵还好啊，没被拉开、啊，但是这个兰波的装备是压制住了奥拉夫啊。那边的话，又在回到线上的话，装备依然没有成型，想要做自己的夺魁之镰啊。他先出的一个攻速鞋是对线装啊，就暴力啊，攻速鞋这个装备啊，在线上对线非常非常强啊，然后打团的性价比不是很高了、啊、不过这场比赛由于他很顺，怎么出都可以 啊，你顺你有道理啊，你顺啊怎么做都有道理啊，你看人长得帅，做什么都是对的啊，人长得丑，怎么样都不行啊。啊，举个例子啊，就是聊一下电竞圈吧，然后如果说你长得帅那种啊，然后。有个失误什么的，那些女粉丝就会说啊，这个谁没有失误啊，对吧？人无完人。但如果你长得丑，啊，举个例子啊，就是 SKT 的黑珍珠，啊，打野啊，黑珍珠啊，那个时候他有失误，状态不好，那骂成狗，啊，骂成狗。如果说你换了 Faker， 啊，失误，啊，对吧？啊，这个是状态不好而已，对吧？这人长得帅，怎么你做什么都是对的，啊、人长得丑。对的也是错的啊，这个很难。嗯，大家这一波回家夺魁之镰应该有了吧？啊，对，夺魁之镰做出来了啊，人生的第一个成型装备啊，然后又买了一个小黄叉啊，还很顺啊，别看他死了一次，经济6900 ，EZ 3900，他领先了 EZ 3000的经济，这轮子妈一个人啊，比对面 EZ 一个人多了3000的经济。这刚十分钟啊、多一点啊，你们没有办法看。下路的塔推掉之后来中路、啊、想帮帮忙，但是感觉帮不上太多啊，还要回下路去守线啊，这个位置有针眼，这个、啊、下路那个河道啊，眼很好啊，
然后这边一个真眼一个假眼，那两个眼可以完全的看到这条道啊，这一条道啊可以完全的看到啊，视野还是不错的。这边一在草丛阴一下，人马在往后赶，两个人想要干这个又再一波。看一下，哎，人马骑着大马往后赶，一个大招过去，然后交闪现啊，直接逼出人马的闪啊。要不然 EZ 跟上的话就打一套啊，也是可以带走一个轮子马的。虽然说EZ 装备不是很好，但是这个就基础伤害啊，叠也能叠死的。然而蓝马二红没打啊，还是要留给这个维克托啊。这边的话轮子马要拿吗？应该不会拿，应该还要留给维克托啊。然后下路啊，继续找这个 EZ 玩。如果说队友不来支援的话，这个轮巴这个血量和 EZ 单打还是不变得怎么回事？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哇哇，这个暴击，这个暴击，这个暴击酸爽，这个暴击酸爽啊！然后这边布隆还把他给杀了啊，轮巴还有一个助攻啊，就是凶啊！UZI这个人就是凶，凶的没有道理啊！小狗啊，开始咬啊，疯狂咬。下路的话看一下这一波助攻拿完之后领先了3300了，这个点太肥了啊，能拿这个点实在太肥了。这个我们 LPL 的总决赛马上就要来了哈，这几天啊半决赛然后就要打总决赛啊。那么总决赛感觉应该还是 RNG 打 EDG， 因为现在 RNG 和EDG 已经是保送到了半决赛啊，两个人各自在自己的这个战区等待着对手啊，然后对手来了之后打完半决赛直接打决赛，我感觉还是RNG 和 EDG 胜面比较大嘛，然后这两个战队最后决赛见一下，然后掐一下啊，就不见得谁输谁赢了。虽然说常规赛当中RNG 是败给 EDG， 但是季后赛这种 BO5 的。啊，这种总决赛这种性质的话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这种总决赛的性质，不能去和常规赛去比啊。就像我们经常看篮球的朋友应该知道，看 NBA 啊，这基本上有很多这种老牌强队，对吧？就基本上常规赛随便打打啊，保住我的前八，进入季后赛啊，季后赛之后才开始好好去打，啊、好好玩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常规赛取不取的好名次都一样。如果说你心里的目标是冠军的话，那么你就要一路通关打掉所有人，就是你不用在乎常规赛我这个战绩好与孬啊，我季后赛遇见谁不遇见谁没有用，对吧？你要想拿总冠军就要赢遍所有人啊，所以说只要有一颗总冠军的心，你就不在乎季后赛遇见谁，常规赛什么战绩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对吧？有很多人说，哎呀，那么常规赛好好打，我拿到常规赛第一名，我季后赛就遇见第八名，对吧？啊，像 NBA 啊，第一的和第八的打啊，第二的和第七的打啊。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总冠军的心啊，你不可能就是说啊，就考虑这一轮，对吧？你把第八打赢了啊，然后下一轮呢，对吧？你早晚会碰见实力强的啊。一颗冠军的心不在乎这些常规赛的排名啊。人家比16-12的啊，游戏当中啊，那边又在这边领先了四个人头，经济差距4000块，那么可能刚刚就说过轮子八这一个点啊，就将近4000的一个差距，其他的位置应该是一个持平的状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上单6900对6700，而蓝色方还领先，打野的话5700对阵7000落后，然后中单6200对阵5800也是领先，然后辅助是5500对阵5300也是领先，就是打野和 AD 这一块经济差距落后。那么 AD 这一块落后的比较多啊，那边的话中路的一塔可以拆掉，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维克特去下路守这个 EZ 啊，那边的话小狗开始入侵对方野区的一些资源啊，掠夺一下啊，那边野怪蓝 buff 全要收掉啊，蓝波过来的话应该也是没有机会了啊，已经被奥拉夫收掉了啊。第一条小龙还是被红双方拿到了，这个火龙啊，就在这个 ID 挺有意思，就叫喷火龙啊，这个拼啊，喷火龙啊，并且每个这个字的中间还有一个空格啊，来强调一下，这是汉语拼音啊，不是你们的英文，是 Chinese， 不是 English 啊。
我们这边的话，对不对？也去打起来了。这边日队赶紧我赶开下一个发 Q 技能打空。然后这边吸鬼也是配合卡尔玛、萨斯奥拉夫、男枪和伦敦马两个射手啊，并不敢往前去顶了啊。对面人有点多，无人全在啊，全是健康的活着啊。有时候下路打这个 EZ 应该压力也不是很大啊，因为那个 EZ 比较抗压，维克托这比较正常啊。那边的话，看一下伦敦马和男枪两个人闪现一个大招，漂亮。这边的话是杀死了人马啊，然后其他的人还没有机会啊。卡尔玛这个减速太过瘾，真的是走不动道了。这边的话，二塔啊，小能 A 几下 ，A 几下啊，啊，一会儿就快 A 掉了啊。卡尔技能还打到了 EZ 啊。兵线清得很快，这一波应该是可以把这塔给拿了。看一下，看一下吧，这个 EZ 这现在跳起来了啊，一绝这个对线上的颓势啊，现在稍微有点跳了。看一下，就是卡尔玛加速去留一下，这边留不住了，留不住了啊，人马在往后赶啊，这边人马看看能不能杀，哎，踏过去，哎，闪现走掉，漂亮。一直一大招刮死了 ，nice， 终于是杀了一次。然后这边的话，吸血鬼是被男枪给搞死。哎，看一下你敢不敢来？虽然说这个谁是残血啊，这个维克托，但还是被干死了。维克托一个一技能，然后已经残血了。男枪补上一刀啊，一炮啊，一个平 A 直接 A 死了。我这还敢过来看一看？一个大招做个位移啊，加速给上，这一发 Q 技能粘住了，直接打死了，漂亮。EZ 3-4了，终于混起来点了啊！奥拉夫上路继续的带线牵制啊，兰博肯定是在握着手、啊、但是奥拉夫双招啊，没传送没有啊，兰博有传的啊。那么关心一下悠哉的装备啊，做出了无尽之刃啊，这暴击几率非常高了啊，无尽加上毒水之镰，还有小黄叉啊，都是下暴击的装备啊。那第二条龙是什么龙啊？看一下，还没刷啊，水龙啊，也是不错啊。水龙、火龙都是这个小龙当中非常厉害的龙啊。啊，大龙这个位置想要阴一下，但对面根本就没有感觉啊，不来电啊，不想去大龙这个位置去看啊。开个大去杀这个兰博，死了，没有任何机会活下来。这一个大招哎，没有刮到，刮到可能也死不了，400多的血应该会剩几十滴血，或者是100多，300点伤害应该不可能刮死。而中路的话，人马被骚扰几下一波3-3可以看一下，一波3-3，这边人马上前一路胡捞了，巴拉夫要出闪现，这边男枪一发 Q 技能，布隆往前顶，顶不住了，四个人输出的一个布隆，队友不敢上吗？啊，这边的话一个惩戒漂亮，惩戒死了这边的一个吸血鬼啊，吸血鬼是蓝惩，哎，二段伤害打出来，维克托和蓝天两个人在追，一发 Q 技能给上，能不能追上？能不能？又是一个一技能，再一次配合男枪大招带走卡尔玛，啊 ，nice， 中路的阿尔卡直接被推，蓝波给大招守一下也没有守住啊，无济于事啊。这边存在打得很漂亮，主要是男枪那个位置下来之后在这个位置下来之后打出了先杀一个人，然后打出了成吨的伤害啊。那边好了吗？去卡一下，开大平 A 一发 Q 技能，直接把这老人马给打出闪现吗？如果有闪现可以杀啊，闪现过去一个 A 一个 W 啊，重置普攻。人马真把。人马真把大龙给抢了，我这都没来得及看啊，冲下来就一个惩戒啊，男枪出去打架去了，然后以为伦敦马可以把这个龙给打掉，然后伦敦马把这个人马打成残血，也以为这个人马会走了，没成想人马一个大招冲回来啊，抱着这个精忠报国的一个想法啊，必死之身啊，就把这大龙还真给抢了。不过意义有那么回事吧，
自己死了，然后这个兰博也死了，两个人命啊，混淆大龙啊，就这样了啊。但是没有这个大，没有掉大龙，如果不抢的话，就更没得玩了啊。抢了之后也是这回事啊，因为落后的比较多了啊。外边的话，伦敦麻回家做出了鸡舍火炮，外加一个吸血鬼结界啊，买第二条水龙，也是被南枪拿了。南枪也做了攻击，太暴力了啊！双 buff 的一个伦敦麻啊，24分钟接近于神装了啊，核心装备全有了，三核心，无尽夺取加上火炮啊。看一下这边奥拉夫传送了，下路绕后想要抓这个 EJ 和兰博啊，兰博和草丛得回家，我要是这个兰博就回家，别救了，哪有希望啊啊，这兰博走了，兰博一看是真救不了了。队友在哪里？这人马要去上路带线好像啊，看那个架势在干什么，要么去上路带线，要么去下路帮助队友守家啊。那种游离看不懂啊。这边的话兵线没有啊，还要等一波兵啊。这边上路点信号，应该是让人马继续带啊，帮人马回来。那边要回家了啊，帮助一下人马的带线。人马有三下，三下应该很快。啊，拆塔应该很快。人马敢不敢拆啊？还是选择拆，因为对面发现对面的下路打起来了啊。这边的话重压消失之后啊，还是先杀死了 EZ， 然后这边的话漂亮的妈的是 A 死了吸血鬼，就剩一个兰博活下来。人马上路虽然说带掉了二塔，还敢不敢继续往前带啊？再继续往前带感觉要出事啊。看一下，要回来啊，没回，接着带。那他五个人拆的肯定比他一个人拆的快啊，他高地已经来了，人马拆高地的速度应该不行啊。阿兰博一个人守不住啊，人马还不回来，完了，记了，这人马说死就是不回来。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最后还是以又在这边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这一期视频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